馆，欢迎收看《冰冰团金的蛋馆》，我是小娇，我是大娇。妹妹啊，今天呢是什么方式的？啊，今天是噔噔噔 A P P 哦哦，来自这个台北的魔先生。蛋呢？那有人姓魔啊？有啊，像魔神啊。好，麦当劳好啦。测试今天你的测试的是你和你的你，女生的你啊，我们入围的我，下次再说的下，所以是你我下老师下。好，老师这三个字已经写得好啊，好，写较歹一寡，好，马吉，转来大娇小娇，你甲切对，好，来，你。我七下一二三四五会六七哎，气啦！你太高我八啦！哦，你不是讲你八我七下，我给你八七下啊！你看，听到啊，听到啊！是啦，是啊，是必话，你八话，我七话，下三话啦！哦，是啦，你就不买龙眼哦。拍谁了？好啦，别会切落哦。八七三加九九九，一八七二。哦，心理学。一八七二加九九九，二八七一，汗马功劳。二八七加九九九，三八七零啊，名落孙山。哦，三八七零加九九九，四八六九，理所当然。老师恰。哦，老师拄好写了。哦这四句连哪呢？老师抓我写了，足快速。历史的你甲看卖哦，马上就来解释这四句连哪是啥物意思哦。第一句“呕心沥血”意思就是讲哦，一个人哦，足用心、足拍拼咧做一个代志，就是呕心沥血。尾啊，含尾功劳意思是讲，尾啊得到足大的功劳，因为伊足拍拼。啊，名落孙山的意思是讲，无丢、无赢、落尾啊哦。啊，尾来讲理所当然，就是讲啊，照道理来看。这是足合理的，好，啊，尾啊解说了四句人啊了，马上就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，今工商服务时间要卖啥物件咧？要卖就是名人牌出力丸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只咩事无？你甲看卖，吼，这出力丸你若食落哦，不是干那木板啊尔，你若摕保龄球出来。赶快把它打个破啦！啊，这出来玩到底有偌厉害嘞？讲要偌厉害就偌厉害啦哦！你若敢出来玩吃，这出来玩你若敢吃，老师，这出来玩你要懂嘞！哎呀！嘿，闭嘴，哥！好，同学，出来玩到底咩？简单啦，赶快！台北市后车头银环边哦，中正北路二段正对面，合作金库对面，中原大饭店隔壁，闽宁中医诊所啦，好。啊，你若要买，敲倒一支电话咧，就简单，0800956956，你袂用用，就有啦。好，我就来解释讲，今日这 A P P 是啥物人写入来，就简单呢，就是这个哦哦，甲这个汉汉，甲这个孙。孙就是偶汉孙，我唔知有几人写，安怎讲？是偶汉孙甲莎莎去年诶主持一个节目叫做《超级魔王大道》，叫着这节目吼，两个人呕心沥血，足骨力诶吼，足拍拼诶，尾啊讲节目得金钟奖、韩美功劳啦，啊两个人嘛有入围上佳主持人奖，啊尾啊咧名落孙山，无赢啦，无对，所以讲第四句说。伊无对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伊无对，所以理所当然。今年会搁较拍拼哦，搁较骨力，所以今年有相当大的机会。好，啊，今日四个人啊，就解说到这，大招小招。感谢大家收看《冰凌团军》的单元。妹妹啊，哦，我看你呀，就得出台湾哦吼。来来，这个你给我读一下哈。球啦，球咧，球咧，球球吧，咱说明解离，后礼拜国见面，再见。其实你要打破也不是不可能。对嘿，只要是球装，我几乎都打得破。可以吗？可我怕吓到大家，大家觉得我是怪力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想看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切开让我们吃嘛。你真的要吃吗？
我是想。下面咱们主持人要挑战徒手劈凤梨。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，你今年应该得奖，安尼哦，谢谢老师。而且他还要参赛，你不要这样。